好了，完成，就前阵子。所以两个女儿也知道他们要有个新的妹妹。哦，知道，很开心，很兴奋。怀了老三之后，哇，像疯了一样，这电话一直来。哇哦！可以登记了。好了，完成，就前阵子。完成就对了。对，感谢大家。那天有见证人吗？见证有啊有啊有啊有，对，就是朋友，就他的朋友跟我的朋友这样，对，所以有要宴客？不知道，还在想，因为现在老三来得很急嘛，所以是先把他都弄妥妥当之后，然后看到时候再看嘛，大家请一起吃饭这样。那两个女儿谁照顾啊？两个女儿就是我们一起啊，就是我跟太太一起。太太一起。对。所以两个女儿也知道他们要有个新的妹妹。哦，知道，很开心，很兴奋，每天跟肚子讲话这样。那他们跟你的太太也都相处得很好、OK。当然了，对，很开心。没有磨合吗？没有哎、欸，就很蛮顺畅的。算命老师算完那个老三，然后说哎、欸、老三不错。老三真的有带财什么的？我觉得有，因为那时候你们在跟我聊天的时候，我那时候还是刚回来的状态。你就说你很穷啊。也暂时工作空窗嘛，那时候怀了老三之后，哇，像疯了一样，这电话一直来，先是台湾这边，后来他说大陆那边也打来，我说啊，什么是什么呀？要去多久？他来这边支持我，全力拼工作这样。是，那你最多只能去多久？如果可以像之前一样，我之前真的这样哎、欸，早上飞，然后路天来回啊，路天来回啊，因为孩子的成长，我希望都可以参与到。当然，我蛮喜欢带小孩，是因为这样换了更大的房子。嗯，还没。可是不是说卖掉了天母的吗？对，我看到那篇报道超莫名的，反正已经报完税了 ，OK 啊，还在看，因为我们现在还在决定后面的方向跟目标这样，因为之后如果小孩，舅舅的英文现在很不错，他的目标是想要去很多国家，我们就想说好，那你英文如果学好，你可以选一个你最喜欢的国家，然后去那边念书这样、爸爸也会去这样。你现在是先租房子？没有，现在就住我本来的房子。住另外一间？你不会觉得我只有一间吧？哎呦，对不起，我失礼了。没有，没有炫富，没有炫富，就是老家。住老，然后够住够用，然后我省吃俭用，就这样，偶尔买一些贵的东西，自己很爽就好，这不是炫富，是追求梦想。那几台车？摩托车12台，对，最贵的600万。你很诚实哎。对，就可以稍微讲一点，要不然之前不是大家都传说说我过得很惨，有在减少，因为我老婆说有点多了，没有限量了就卖掉。